联合反潜被认为是中俄两军联演的最高境界，而且呢，这次我们首次派出了运8固定翼反潜机。杜老师，对于它的参演您怎么看？这次联合反潜作战，基本上把国际上流行的反潜三张网进行了展示。我们的反潜固定翼巡逻机是一张大网，可以通过磁场异常探测器对水下目标进行高效的探测，像在为海水做 CT， 这样呢普查的范围特别大。一旦发现潜艇在某个海域活动，舰载直升机就可以接力进行探测，确定水下目标的性质和位置。然后呢，舰艇的各种反潜设备快速跟进，使用多重火力联合对水下目标进行攻击。中国海军和俄罗斯潜艇过招，对于我们海军自身的反潜能力提升会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呢？杜老师，模拟反潜和真实反潜有重大区别。俄罗斯如果在演练过程中提供真实的水下目标，对于提高反潜作战效果将会起到重要作用。俄罗斯的常规潜艇是大洋黑洞，全球范围内噪声指标非常低，如果进行传统的侦察和探测很难被发现。如果在最难的题目上与俄罗斯进行深度合作，特别是强化对静音潜艇的这种跟踪和打击能力，对于提高搜潜攻潜效果会起到重要作用。那如果双方在水下水面同时进行这种对抗，实际上呢，作为潜艇一方的目标对象和反潜的水面舰艇能够获得同样的作战效果，那么既可以捕捉水下目标，同时呢，对俄罗斯对水面目标的攻击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